亚平有多爱吃，自曝上太空一周伙食不重样，叶光富都看愣了。Number one， 期待这次空间站太空食品中有什么新菜。我是天南海北都爱吃。空间站任务的食品周期是一个星期，就一个星期之内食品基本上是不重样的，跟之前来比确实有很大的改善。你像之前从一开始只能吃点压缩饼干，吃点巧克力，到现在有上百种食品，也是食品要做到个性化。就是太空舱里面空间站里面穿的衣服会穿更舒服一些的衣服吗？还是说也是有严格的要求？我们会配备很多种类的衣服，舱内工作服，还有休闲服，另外还有你可能都想象不到的叫节日服。因为空间站任务时间很长，有的可能到半年的时间，你肯定会赶上很多节日，比如说我们的春节，到节日的时候我们会专门穿上我们的节日服。我们在天上也有跟地面一样，可能这种节日感，这种仪式感更强一些。那就是衣服会洗吗？不会。因为太空那种失重的环境，你是洗不了衣服的，所以我们的衣服它有周期，你各类的衣服它会一个周期，会一个周期的配，然后你就把旧的衣服就相当于给处理掉了，然后换新的衣服，不会洗。Number 二，洪波老师，地面上的网友都管您叫太空吃播汤洪波，因为您老在太空吃各种各样的这个太空食品，今天您能不能也带我们的孩子们见识一下你们在太空吃什么，好不好？我们的航天伙食啊，其实特别好。嗯，工作人员为我们配备了120多种食品。120多种，而且都是根据我们的口味定制的。我和聂队比较爱吃辣，今年就特意增加了鱼香肉丝和宫保鸡丁。哎呀，还有什么黑椒牛柳啊，哎，香辣羊肉啊，哎，红烧猪排呀，啊，叉，哎，烧鸡腿呀，啊，哎，土豆牛肉啊，哎，我还喜欢吃炒面。哎呦，还有粽子啊，蛋糕，冰淇淋，冰淇淋。你们上面有没有火锅哦？火锅下来吃啊。Number 三，11月18日，神舟13号航天员太空日常再更新。这次的视频中，叶光富正在设置再生水处理系统的水箱，因舱内重力与地球不同，水箱会漂浮在空中。翟志刚将水箱递给叶光富后，叶光富将水箱夹在腿中间，动作还挺熟练的，应该是在鬼生活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。还有细心的网友发现，在翟志刚和叶光富身后，王亚平在吃东西，因为镜头有点远，网友猜测王 Tony 吃的这是大苹果吗？太空伙食可太香了。没错，给3名航天员准备的伙食确实品种丰富，味道在线。央视公布的菜单中有米饭、红糖糍粑、土豆牛肉、西红柿鸡蛋汤等等。科研人员除了考虑了营养配比，还针对航天员的口味进行了调整，给来自成都的叶光富准备了辣味美食，给山东的王亚平准备了海鲜，还给黑龙江的翟志刚准备了东北美食。之前的太空日记里，地面工作人员就笑着说，太空上大家的状态都非常好，吃得好，睡得好，住得好。现在看来，3名航天员的在轨生活还是挺不错的。有网友调侃，这才1个月，王亚平姐姐的脸比出发的时候都圆了一圈了。
number 四。五，之前我看那个您在太空给我们讲课的时候，除了内容其实非常精彩以外，我们都觉得您当时讲的时候好漂亮啊，特别美，怎么有这么好的一个状态？您跟我们说一说，当时您有没有这个自己化化妆什么的？太空自带美颜的功能。为什么？在太空里面，因为失重的原因，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往上的，包括你人的皮肤。我们开玩笑的是说，就像是人这个皮肤做拉皮儿一样的，就整个的你的眼睛啊，你的皮肤啊，你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往上走的。抗拒地心引力。对对对对，因为确实没有了，就是没有地心引力了，整个皮肤，哎呀，这感觉状态特别好。我觉得如果再上太空，肯定大家感觉，哎呀，好像应该还没有变化。Number 六，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。通常我们所说的开水是指温度达到100度的水，就像你说的，在拉萨由于气压加降，所以水烧不到100度。但是我们空间站里有管控升保系统，舱内能够提供一个大气压，可是由于失重的影响，水还是无法烧开。在地面重力条件下，加热的水在对流和气泡扰动的作用下，整体水温会快速升高，因此地面上的水很容易烧开。可是在失重条件下，由于没有浮力的作用，水温升高只能依靠热传导，产生的气泡也很难上浮。由于缺少对流和气泡扰动的作用，远离加热面的水温上升会很慢，所以要把整个水烧开会很困难。我们空间站的饮用水是经过特殊处理的，既可以直接饮用，也可以通过特定的加热装置来加热，但是这个加热装置不能把水烧开。Number 七，喀拉昆仑卫视，你们好，我们是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，在中国空间站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，敬礼。最远的地方，我站在离天最近的地方，路再长也走不出妈妈的目光，一年一年我用家乡的春色染绿了边界。画的哟这么壮，离天最近，对，也是离中央空间站对最远，对，
非常感谢他啊。画的挺像，在遥远的太空收到了你们的礼物，我们非常高兴。帕若克的画精美传神，我们都迫不及待的想回到地球后仔细的看一看。还有那封饱含深情的信，每次读起来都十分感动。你们在地球追寻着我们的身影，我们在太空祖国壮美的山峰。我们现在正飞越祖国神州大地，虽然我看不到你，但我知道你一定在那里。新春佳节就要到了，相信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坚守在各自岗位上，正是无数平凡的坚守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洪流。此刻我们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太空，祝福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，祝福各民族群众新春快乐。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Number 八。Number 9